在北京能不能吃到正宗的甘肃麻辣烫呢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一碗麻辣烫而跑到甘肃去，但是美食不能辜负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替去不了甘肃的大家探探路。我来的这家店呢，就在飞天大厦，这里也是甘肃驻京办的所在地啊。现在餐厅外面已经展出了特别的甘肃麻辣烫。来吃的人好多呀、我已经排到了33号了，前面还有十几桌，和我一样在等位的人。哦，这88一份，价格还是有点小贵的。哇，满满的一份。这个土豆香香辣辣的，而且我本来以为这个辣可能会很呛人的那种，但其实不是，它就是留在你嘴巴里的那种香，香盖过了那个辣本身的味道。停不下来，种类还是不少的，有很多蔬菜以及甘肃特色的面皮。大堂经理告诉我，这里的食材大多都是从甘肃空运过来的，兰州酿皮很有嚼劲，也很香。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麻辣烫，我很满足。当然更高兴的是，我能够因为麻辣烫而走进这里，接触到更多样的甘肃文化，让我对甘肃也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期待。可能涌向甘肃的旅游大军们也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吧。希望这次呢，甘肃的文旅能够稳稳地接住这泼天的富贵，用特有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把握住这次出圈的机会。